生啦。大家好，咁其實咧我都好耐冇翻嚟青年時集嘅啦。咁當其實聽完張宇超先生分享嗰陣咧，我都唔知有邊種講嘅。咁我就睇下今日嘅經文啦。咁估唔到咧，今日嘅集唱詠就好似形容咗我嘅歸依之路。咁點解我話歸依之路咧？因為頭嗰20多年嘅形勢之後咧，其實我唔會見到，亦都唔識得清楚。咁學校係天主教學校啦，我都參加咗聖母軍嘅。咁每個星期咧就要報送念幾多天嘅rosary。咁但好似只係鬥多個人，但係我嗰陣諗唔起咧，即係嗰陣念呢個嘅 rosary 同聖母有啲乜嘢嘅交流。咁翻天堂咧就淨係翻天堂遲到啦，但係準時去。咁聖體跪咧，對於我嚟講係毫無認識，亦都毫無感覺嘅。咁直到咧2008年咧，我參加咗澳洲祭聖咧，咁嗰陣可能天主覺得仲有得救啦，就即係而家諗翻，原來係召叫嚟嘅。咁嗰陣就喺個團體入邊學習咗去睇聖經啦。咁學習咗呢個聖堂咧，會揾聖體跪去祈禱。咁我再正確啲講咧，係喺呢個團體入邊有兄弟姊妹嘅陪同引導之下，就開始咗好似搭上靈嘅第一句咁樣啦。我懇切地期待上主，他便垂聽了我的哀訴。咁而記得嗰個時候咧，開始追尋喺天主之內嘅靈性。咁呢個祭聽咧，俾我哋嘅感覺咧係好陶醉嘅當時。不過咧，翻返嚟香港之後咧，就如常咁樣生活啦。星期日咧就翻正堂。咁直到咧某個時候咧，我就因為搬屋嘅關係咧，就翻咗另一個堂區。咁其實嗰陣翻正堂咧，就一個人嘅孤零零，好似好唔開心咁樣。咁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咁但發現咧，原來以前嗰陣2008年祭聽嘅調調咧。我換了另外一個方式去同天主去相遇，咁慢慢咧我就享受一個人靈性咁樣喺呢個感恩祭入面祈禱，就好似喺祭聽嘅時候學習咁樣祈禱。咁亦都因為咧主人冇咗嘅服務啦，咁我就開始有多啲彈性，咁就固定去參加青年牧民委員會每個月嘅信心狀間祈禱。咁喺南區嘅生活入面咧，我真係每一個月都好期待去參加祭聖嘅。咁因為可以喺即係24小時入面咧，不斷同天主去傾訴心事。咁如果話翻翻現實世界，其實真係好難騰出一整日嘅時間咁樣去同天主傾偈。咁但係後來咧，我又知道咯，有信仰生活同教養生活咧，唔係被廢。無論喺世界青年節啦，我去祭聖啦，去其他團體啦，神父啊、修士嘅勸勉咧，都係話要走出去，話俾人哋聽天父嘅慈愛，身體力行。我諗咧，即係過去我面對嘅變化咁樣，實在係天主話俾我聽佢有幾咁愛我，將我由生命嘅奴隸救翻翻嚟。咁所以喺呢個祈禱啦，同埋禮聖之外咧，我亦都開始就開始識得回應啦，就係、是、呢個看我已落到，我樂意成行你的旨意，唔係做我喜歡嘅服務，而係做天父想我做嘅服務。咁其實我就中意提琴嘅，咁但係原來天主認為咧，我更加適合用司琴嘅經驗去做感恩祭外嘅服務。咁所以咧，我就參加咗我而家另外翻嘅堂區嘅前面小組，咁樣咧就去慰問亡者家人啦，為亡者獻上祈禱。又例如咧，我都好中意一個人去活住祭聖嘅喎，咁但係原來天主要我更加適合翻翻出嚟同堂區嘅兄弟姊妹用類似嘅方式去閱讀聖經，分享生命。所以而家就同一班堂區嘅教友組織咗聖言分享小組，咁佢哋都係我嘅同行者。咁今日嘅感恩祭咧，就好似合唱會入面講嘅一個盛大的集會啊！因為我爸爸咁樣接受咗天父嘅慈愛，咁佢都感激有呢個機會
今屆嘅亞洲青年節咧就會喺今年嘅七至八月喺印尼三寶嶺總教區舉行，主題係喜樂的亞洲青年，在文化多元的亞洲活出福音。大會咧就希望俾參加者真係回想早期中途嘅傳教生活，同埋鼓勵青年成為現代嘅基督徒。香港教區就會喺會期之後咧，就會去埋巴黎嗰度進行四日嘅生活體驗。咁歡迎18至35歲嘅青年人參加64日嘅朝聖之旅，費用就係港幣9000元。咁報名咧由而家開始到1月29號，咁詳情可以睇堂區嘅宣傳海報或者去堂區秘書處嗰度查詢。主有大家，多謝。